明天我们也点烟传送。萨克去放盒了，我们上路。미니언생성까지30초남았습니다좋아那你也别玩英雄联盟，这不给英雄联盟打广告呢吗？对呀、啊，给英雄联盟打广告呢。打广告有啥问题呀、啊？给英雄联盟。我给英雄联盟打广告有啥问题呢？미니언들이생성되었습니다어려운일없어我可以给英雄联盟打广告。내여정은이제시작이야英雄联盟越火，我们越火。他都防御天赋都不带，这小子。一枪不开，你带个点炎传送，你连个屁你都不敢放。你赶紧给我放个屁，听见没？你给我放个屁，快点的！把我骸骨给我打了！我要杀了你！你让我损失了一架炮车。我们先去野区查个眼啊。嗯？这人是上半段野区开的呀。嗯，他伤了。他升了可不能乱打了啊，该他的回合了。我们的回合结束了，杀扣来了 ，E A W A 接双扣平 A 套点连平 A， 来吧杀扣，你快点撇个飞镖，磨磨唧唧差点给我害死。没有意义嘛，直接啪嚓一个小飞刀小刀拉屁股，直接把他拉死，还想着要抢我一手人头，差点没把我给害死。点盐交没？点盐没交，别让他回家。走吧，杀口！杀完人好像我们有点亏。点盐交了，他的他没交，他没交点盐，他是那个赶快的时候交了，刚才他没交点盐。我不是说克烈，我说小丑，我说杀口。항상최고를추구해
跟谁打呀？没法跑了，确实没地儿跑了。누가감히내능력을의심하지完了，沙口！哎呦我打死他沙口！我的妈呀！太难了。还行吧，他就一个人头，还可以接受。看看他出点啥装备。哦，八七五。下波能杀的，我们只需要等一下六就可以了。但是六级之前千万不能让这克烈打着我们，知道吧？这波他交完技能就是他死的时候。这波交完技能就是你死的时候。跑的是挺快的，就是没带闪现，可惜了。要你不带闪现。吃个一层塔皮，我们撤。哎呀，真是很恶心呐！这可怎么办啊？还走呗。他二速还，我还跑不了，相当恶心了。哎，噎着了，噎得我近战兵没了。哎呀，저기학살중입니다再见，不用你套我点盐。小不点怎么回事啊？能变大吗？快来杀扣！来来来，杀扣！哎呀，杀扣！这个没办法了啊，杀口！哎呦，那是真的吗？杀口，你居然把我都给骗了，杀口！我以为那是假的呢，原来是真的。
钱了。你也被骗了，我以为是我以为是假的呢，没想到沙口连自己人都骗。아군이당했습니다这是干什么呢，兄弟们？모든상황에대비해。还好这克烈没回线上，回线上我们大亏一波。咖喱奥卖装备了。传说中的银菜瘾还大呀，车咱也不敢补啊，岩雀来了。哎呦我操，就这么赶客的吗？现在都这是交闪现赶客人。我这一天没咋赢啊，没咋赢那能咋办啊，跟我们也没关系。你要单杀俺也单杀了，要优势俺也有优势。人家挂机了呀，开送了，你咋整啊？人家不玩了。050直接开送。确实难办呢。好勾引，他不勾引他也打不过，他以武术鞋他能打过谁呀？他也就送的快点罢了。我是不是应该干干你？我发现哎呦我操，有点厉害，先吃口屎。给我崩了！不行啊，装备没他好，他已经挺近了，我们还没三项呢。733，等一会儿啊，等会儿钱。난언제나최고지我不可能投降，你们折磨我还想早点结束，不可能，呵呵，不可能。
不好意思，这不可能。항상최고를추구해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现在的金身这个 bug 呀是真恶心金身以后没办法击飞什么 bug 就是金身以后没办法击飞击飞不了人家放技能能放出来现在打这个分段都这么吃力了吗你叫啥来我看看你叫锦少带你飞呀锦少你跟我说一说俺们家那中单070出个武术鞋谁来能不吃力你跟我说一下子锦少您来您吃力不我上路一打给他给他拔了咋不好好说话呢Hey there.